咩啊？可唔可以俾一分鐘我？如果時間可以翻得翻轉頭，我會揾最好嘅醫生去醫你爸爸嘅抑鬱症。我會俾好多愛佢，俾好多耐性佢，陪佢行康復嘅路。我會做一個好好嘅聆聽者，無論係任何嘅方法，最緊要嘅都係身邊有一個愛佢嘅人去支持住佢。俾多啲耐性，媽咪，對唔住，我知道。我幾耐冇抱過你？好美，你再见了。好美，我好吗？为何没法说出来？连累你承受不来，便等待我懂得放开你的爱。为何就似在迫害？我要面对将来，看天明已经太难耐。想你为我，不要为我别再。想你问我，不要问我想追什么，无力再追。何以你一起笑着睡，难过地欣赏你入睡，何以极应该快乐却又突然流泪，唯怕就此死于心碎，无法被解释的心碎，明明被爱为何没法捱得追究下去。
需悔下去得到什么。是不是很心急很期待想听林夕和 Dick Lee 和我 Sammy 一起炮制的一追再追呢？我唱的时候其实都感动到想喊，还有很多感触添。还等什么？叫你的朋友一起到 mooddisorder.hongkong 就听到了。喂喂，等一等，不要忘记在留言版 post comment 写低听后感，写得最好的就有机会有专人通知你们来拿神秘礼物。还等些什么啊？跟我们一起扫走忧郁吧。